这边砍没毛病，那多给我加1块钱是什么意思？那五十不行，51就行了呗。这狗熊什么征服者呀？这干不过呀这。嘿，给我都吓一跳啊！哎呀，给我自己都吓一跳啊！谢谢李逍遥，还有1分钟开奖啊！一张办卡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你也吓了一跳啊！哎呀，我也吓了一跳。一级打不过狗熊吗？那没带征服者呢，能打过吗？你如果带的不灭电刑跟征服者 A， 你肯定是 A 不过的。对，赚了个点盐，我们不亏啊！还有1分钟开奖啊！你也没有药吧，小伙子？哎，不跟你打了。我咋了？溜了，看着吗？哎呦，我操！我们前期应该是有点小崩。哎，这人怎么咬着我的？这个咬能咬这么远啊？天哪！谢谢一生平静，还有30秒开奖啊！谢谢14195，这就是我说的，你要是带电刑，那你线上就得能打，你别线上打不了，就不好办了。还好我们什么也没亏，问题不大。谢谢求求让我中。感谢阿基拉，谢谢全子龙，谢谢是三叔，哎，我不让你回家。你要回家呀？那可不行哟！上哪去了这？塔下回家？那行，那塔下回家行。我们不让他回家，然后呢，把兵线推进塔，然后我们回家。让他多亏俩兵了，炮车没了没关系，我们让他亏的兵绝对比我们的炮车好，知道吧？炮车可以没，先来一个小长剑，两个小血瓶，谢谢笑破场。嗯，要干啥呀？你虽然有皮孩吗，小伙子？但是你不吃兵了，我一个经验都没掉啊！那些兵全部往我这边推的，你掉的全是兵啊，小伙子，你这是在干嘛呀？啊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
再打一小套，别急跟他硬拼啊，我们现在没技能，先抑制一下。这波可以打了，因为他没有多少血，先出一下。好 ，EAW 再 A 接双 Q， 耗点盐。我怕他闪现走了，我还得交个闪，你知道吧？他闪现正好好了，刚才。哎，就是我这点盐交完，这人头不是我的，可挺烦的。我估计他应该马上来了，可能到没？这狗熊上哪去了？厕所回城。别！还想厕所来找我，小伙子，你不行。鲜血浇灌，带征服者还出右装啊？哎，这狗熊挺烦人呢。出右装我们可不太好杀。并且刚才我们点盐是用了的啊，这波想杀他呢，血不能太少。谢谢草原上的老狼，老狼来了，挡他一下啊，是不搁草丛里头呢？耶，人呢？剧中。记仇，记仇啊！那狗熊，哎呦我操，我都不知道他上哪去了。好，这波他回家，我们赶紧推。赶紧推，推完吃塔皮。哎，接个扣，扣你一下！哎呀，扣了一下没掉血，骸骨肚疼都没打掉，拉倒吧，回家了，下边再干，先回家把装备除了。他这有点肉，我们不是那么特别好杀，但是他现在肯定是没有大。我们可以找他一波没大的机会试试看。嗯，他如果敢把技能全交了到我身上，我们可以直接杀他。要先勾引他一波。怎么勾引呢？先把他骸骨肚层给他打了。给我两口，现在我估计可能会好了。又过去了啊，这狗熊指定又跑过去了，他满血没回家。100%搁左边出来了，100%，100%。哎，这狗熊可真是够烦人的，没有机会杀他，他老跑。
他一整就跑中路去了，我看他来。我这发没动，往哪跑？旁边有人都不害怕，挺狂啊这狗熊。你的一血塔可要没了，我跟你说，我让你来回游走。拆了，拆了以后这波炮车兵收了吧。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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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哪去了星矢？这儿，这把先出个二速海，这杀人先去趟下路吧，安妮儿辅助啊。那安妮儿现在确实也能玩儿，安妮儿辅助。我马上到啊！我不知道这个露露到底放没放大，我不想交闪杀他。算了，他们技能交的挺多的，不杀了。哎，我操！这咋这么多技能呢？你们这一个技能打不出来呀，兄弟！我杀下路一个虚弱，一个加血；我杀中路一个金身，一个加血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塔杀吗？啊，防御塔击杀还行，他没打着我。游戏崩了呀，猴哥，怎么就崩了呢？什么就崩了？那狗熊五层皮你也没办法，他有峡谷先锋他必吃啊，那咋整啊？不是说死一把哎就崩了就崩了就咋咋地了，不至于，还不至于，好吧。这回这拉克斯还是可以杀一杀的，螳螂死了，走，往下走来，没有眼儿是吧？可以，哎，对，继续打来，这波就杀的露露啊，这狗熊走不了。你这大给你放的，哎呀，这兰博，哎呀，我操！
没事，他死定了。等他盾消失再杀他啊！那蓝魔减速到我都不用交这个闪，咱还得交个闪现，去上面把螳螂的。你为什么不怕我呀，兄弟？我没太明白呀。把螳螂的红给他收了，红呢？没有红，我们拆上路二塔啊。收集者2650，差点钱呢，这你到底要干啥？你跟要死似的，你要干啥？你要追死我呀？我有盾，打死他了！你怎么蓄血这么低呀、啊，兄弟呀、啊？这龙子抽的啥呀？怎么打人不掉血呀？三项不应该呀？没有虚区呢，怎么？哎，900块钱，天！补扣的吗？这是，这打个红的。这是要抢个红是吧？啊，你不讲武德呀！我原本以为你要帮我打一下，我没想到啊，我没想到。回头干呐！先杀的露露。别着急啊，别着急，好，跳弹过来，一 A 接个坑，打他！你干哈呢？这残疾这是？杀个炉仙吧，这是在干什么呀？这是？你干哈呢？在这挡一会儿啊，看看有没有人来。拉克斯可以杀，拉克斯，给钱了，别打，给我红 buff 烫死。这狗熊我们自打来，给你狠的，你瞅瞅，我不给你个999啊！我们已经有点无敌了，你知道吗？跑的有点快，
啥天赋这么猛？变形啊！一 A 都差一点，这露露可挺幼啊！我这一看。能扛得住我一 AQ 不死的人没几个，露露算一个。怎么会这么幼呢？就包括这卢仙，他也扛不住我一个一 AQ。我说实话，上路收兵呢，把幽梦除了，我们就无敌了。现在还不是那么特别的无敌吧？无敌了。这回是无敌了。你看我一说点啥，哎呀，其实残疾人，哎，残疾人哪咋地，就闲的慌，就是成天呢就是有点闲，我就发现纯粹就是闲的。干哈呢？这是他来为什么过来呢？谁允许他来的？在这等一下啊。他们这都不出塔了，先打个红吧。不知道这里有没有眼儿啊？我扫一下啊。这里没有的话还好，没有的话还行。好，团战一触即发，我们先等一等，不着急。这波怎么感觉能五杀呢？给我点视野来，给我点视野，这波我真的感觉能五杀，给点视野就行。先杀一个，平 A 转起来 ，W 减盐，接个钩再转回来。那螳螂怎么回事？那螳螂怎么跑了呢？哎呦，我打盾四样。螳螂回家了，走，我们回家。狗熊不是我们的人头，狗熊是我们的人头，可以尝试一波五杀。先去打个蓝去，巨蛇之牙，这个我还没出过呢。哎，我想出过一回哈，给你留一个。
看看对面蓝 buff 有没有啊，瞅一眼。这个位置有眼说明什么？说明这个位置可能会有人。什么意思？怎么还这种时候还出来打小龙，是什么意思？哎，这小龙减速我是真有点烦。他417，我们463，应该能追上。看你的了，回家。来个巨蛇之牙，没除过，除一个吧。攻击和技能会对带护盾的目标造成额外的50加40%的物理伤害，会造成151点物理伤害。这有什么用呢？应该直接就破盾，那破盾者就直接就破盾。结束了。